我香港最大問題 ，MC 人同我講啲冇錯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習慣用消費去解決問題。嚟緊呢首歌希望第一次喺度玩，當然啦，即係如果你睇咗係超過100次收工文嘅時候，我會講。咁但係暫時，如果你知道即係。你知道如果你自己係睇過超過50次收工文嘅話咧，暫時即係幫手接唔到，冇辦法去做嘅。呢首歌係專登喺度唱俾大家聽，因為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充滿消費嘅地方。但係唔緊要，消費過後我哋需要嘅係懂得快樂。明星處寂寞。会落落，写一首歌给最深处的我。城内有几百万个愿望，会蒸发掠过。人忘掉了苦笑，知觉不再。Thank you.
Oh!
所以頭先如果我做到呢個行為嘅話咧，大家都對於我哋嘅人身安全係即係即係放心啦 ，OK 冇事嘅 ，OK， 俾掌聲佢。多謝多謝，即係 Jazz 頭先 MC Jazz 係啊，其實喺 set 嘅時候佢係化身咗 DJ Jazz 嘅。即係有兩個身份嘅，一個係 MC Jazz， 一個就係 DJ Jazz。咁但係今日佢係 MC Jazz， 但係佢依然都係好靚仔嘅 Jazz。多嘅音響嘅同事非常多，感謝你哋，因為冇你哋嘅幫忙，根本呢度係唔會有聲，所以俾掌聲佢哋。